开始录了，这样有在开始录了。那我的呢？你的一分四十二啦。有充电有闪红灯吗？充电。它有录影中的闪红灯。那充电呢？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吗？但是格子好像变多了，2.57。好啦，接着就是目标下到汉堡王。我看了几个人，四个。好了，幸好我第一个晚上就是他一直常要宕机，然后我要按到 reset 再弄那个，我已经流程顺了，所以现在都 OK。好热，热热热！那右边的吧，还是我们这个角度，我们看不到缆车站，也看不到这边。餐厅的人少倒是真的。觉得好像差差的，差冰差。这样姿势对吗？啊，我没有在看。你又没有在看。对啊。就是、上身不要动，只要动脚，这样姿势。那我跟你后面啊，你的话。
错啊，不错啊，你可以试着，你现在大概是这样嘛。然后你要是觉得，嘿，我还可以更重一点的话，你可以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。你现在比较缓一点，这样有余力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就是摆的幅度更大一点，但是速度却减不下来。对啊，你要强迫自己维持一定的速度。中间可能有的地方凸凸的哦，请不要滑到凸凸的地方啊！也不足哎。没有，你走过来看，这里超缓的。这里啊，这里，这里缓缓的、啊，缓缓的、啊。先下到那个人坐的地方啊。缓缓的、啊。这边都是缓的啦，你来我这里，来我这里，来这来来，直，好，慢下来就好，慢下来就好，自己停下来。你往这边看，这么大一片，这么缓，比上面还缓啊。你尽量用整个平面来滑，慢慢的滑就好了。对啊，比上面缓，所以大概是上面的中间一半的那种斜度而已。好。因为这里那么缓，不用用不着太多力气啊，不然力气可能不大。没什么了啊，好了，比上面简单了、啊。因为天气的关系，这里比上面简单，不像我们之前来的那么难，这里简单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你可以走远一点，走中间一点，中间一点比较安全。好，下个弯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好，慢下来了，下个弯，慢下来再做下个弯。来，慢下来，再下个弯。对啊，比上面轻松了。好啦，然后这里再下完就没了，接下来就不红了。红线就只有这两段，没什么，比我们上次滑简单了、啊。没事啊。他每次写上都会乱分啊。
你过来啊，过来啊。就明明就没事嘛，没事啊，你回头看，都不敢看，往上看就好，往上看，这种斜度啊，你把它用成拉链型的话，斜度又减半，就是你大不了就把它当拉链，拉到最右边，再拉到最左边，根本你都可以直直走，直直下都可以。啊，这边你看这里也很平啊，你利用这里轻轻松松就转过来了，接着前面有很大的发展，随便你。你们拉远一点啊，他要多一点距离。不会啊，超级平啊，有人去吓你姐这样。哦，你看你姐哦，你看你姐哦，她下山下的那只脚可以铲起超多血的，你看她用掉多少力气。对啊，她铲血机啊，反正下得来就好了。对啊，力气都用在沙那边了。其实啊，左右滑久一点就不用那么多力气了。你左右滑远一点，你就用不着那么多力气。好。对啊。好了，这倒的就这样了，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然后这下看下去还是很陡。不是啊，你只是看不到下面在哪里，下面都比上面缓。不要跟太近哦，刚才。不要跟太近，我刚看被雪板的那个。没有啦，他有躲你，他吓你，吓死你。他也被我吓到。在这里，去来这里，来这里，这么平，这里很平啊，在平的地方转个弯，去那里啊，这里也超平的。这么平的地方转个弯，去那边嘛。左右拉长一点的话，你可以的，而且脚不会那么累。再转个弯，啊，我们是要走这里吗？还是走那边？都可以啊。哪边比较那个？没，那走这里好了。嗯，很好。
这里搓着帮忙一下，这样搓一下，稍微这样转过来一点，转过来一点，左脚准备压好紧，压紧一点，过去啦。过来之后就趁机走远一点，走远一点，走远一点。能走多远就走多远，走得越远就是下得越多，下得越多你就离山底越接近了。继续前进，继续前进。休息是不是？好，休息。休息的时候啊，两只这样叉着，用三下这只脚休息，会上半身这样子比较轻松一点，这只脚多休息一点。同时你要锻炼正确的重心，要习惯这样，不然的话你脚会太累。现在重心在左脚，但是你躲在右脚，你很害怕，所以你这样子，你脚收了，收进来一点，两只脚帮你顶住，看你有没有办法把右脚抬起来，这样子站才是好一点。对啊，这样站就好多了，这样会比较好转。好啦，好，我离你远一点，让你有空间，你用大的空间去做转弯。转了之后就前进稍微远一点，这样你下一次就你就可以少弯几下，少弯几下不那么累。我走远一点了，怎么了？好，很好了，休息休息，停下来休息，停下来，停下来休息。下一次休息的时候换一只脚休息，换成用右脚踩的休息，不然你同一只脚会太累。啊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，他可能是被这个有点好像觉得凸起来的东西吓到了吧，吓到而已。我告诉你哦，这种凸起来的东西啊，你从它上面过反而很安全，因为从它上面的话，这里有点像是一个平台，比较缓。然后你要停下来的话，也可以挑这种尖起来的上面停住。直接となってからです。
啊？我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，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研究什么？他在弄他的行动电源呢。好，左脚再踩多一点，再踩多一点，左脚，右脚踩多一点，踩住，踩住，就停下来了。然后左脚收回来，左脚收回来，棒棒棒棒松开，左脚收回来，可以站直一点，休息啊，说休息，就你没事嘛。摆明就没什么事啊，嘿咻。这样脚踩踩踩踩，准备下一个弯。哎呀，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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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啥？好了。好，趁机转弯，停下来，慢，停下来就好，停下来，转。
好啊，这次用哦。好，踩好，踩好就好了。哎，趁机滑远一点，滑远一点，不用转弯，一直滑远一点。没啦，什么都没啦。来，回头看一下，假馒头。还要再一次啊？没有了啦。我说你回头看一下，假馒头。来帮我拍张照。哈哈哈。好冷哦，我明天应该不会再来。每天都要路过呢。不用啊，你只是岔而已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悬崖。你要走哪里啊？我。他拍到上面吗？哎。你这次觉得？他那个翻顶啊。啊？谁的？谁的？还好他还有一节铁，我把它塞回去。什么叫掰顶断了？就是他掰顶这里呀、啊，你看我们这里其实还有一节塑胶挡。嗯嗯嗯。然后它其实里面有一节铁，然后它包成包塑胶，它外层塑胶的地方断了，所以它这个铁的这个东西会整根跑出来。整根跑出来，但是它的脚被固定吗？脚固定是一回事啊。还有固定啊？那没关系啊，那个铁是止滑的啦。就是当你脱下来的时候，它卡住雪板不会滑走而已，所以那个没关系，赶快跟它换。等一下下没有不倒了，下面都比上面缓。哇，你走迂回一点的路线啊，迂回一点就好了。你来这里看嘛，不就很缓吗？你看，跟上面平不到几百倍。这个用绿线的滑法就好了，轻松滑。好，你可以不用等我了。你轻松一点啊。好，我知道。就是唱个歌，把身体滑松一点。嗯，这边比较硬哦，阴影的地方会比较硬哦。阴影的地方会比较硬哦。
我超车了、哦。看一下吧。不知不觉超车了，我还以为他们在前面拼命超。脚会酸了吧？啊？脚会酸了吧？会啊。对啊，出力就是酸了。我的脚很酸，因为打车。啊？用不着直接冲吧，不过你姐知道这样比较省力啊。没事啊，而且两只都撞，你为什么要绊我一脚？我不是绊你一脚，我的前端被你勾到，所以我就把它松掉啊。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受到受伤？就没有啊，我把它松，我就松开，这样子就两个一起松开啊。一宿。不知道我们这个如果当下回要滑多久？Non stop。这比赛的山长吗？长啊。ご飯食べたところに。ご飯食べたところ。我看到那种从头到尾时速超过五十的，也滑了六分钟。那有个人差点撞到我。我靠！路上也被吓到，对不对？那个速度超快的。哪里速度？铁板的速度很快，周少明明他早就知道他会这样滑了，他还要继续下去，他也撞到，周少再快一点可能撞。周少有的时候看到他。哦，这里真好笑。
以吃五点还有开的餐厅啊，也可以吃中间汉堡王，趁他还没关门的时候啊，都可以。晚餐去吃拉面啊。我们没有走过这里，我们一样要走这边。走右边，左边吧。对啊，左边啊。这个的右半部好一点，左半部都被人家挖秃了。那我先下，你看一下。哦，这边还好啦，只是有人坐在中间而已。那我走远一点。叉冰，叉冰，叉叉叉。我觉得下去差不多四点以前啊，还是四点？现在大概三点半。哦，那真的是四点啊。哪里有拉面？我是说晚餐的餐厅的话。去年有说有一家有拉面，我们还没吃过。你为什么要现在问晚餐啊？晚餐不吃。你为什么要现在问晚餐？刚说上来问我今天吃什么。不知道啊，完全不知道今天吃什么啊。因为我本来想吃的没开。对啊。像我现在还可以这样看，又好力气很多啊。好啦，随便滑，随便滑。这种黏黏的雪很适合练。然后你姐的话进入你的跳跳期，她就会觉得好像会跳跳吧，跳跳。
到中间而已啊。对啊。等一下。现在天比较暗了吧？拉很远的，不要拉太快。定速练习。那边大家过不去，那边我们每次都要爬好一阵，除非也要进去休息，不然我就直接带到下面。对啊，应该是不用下到底休息比较实在。小班呢？小班还要推，他太轻。啊？拉个筋。我小腿酸。对啊，我觉得该休息啦。小腿酸，小腿好酸。休息啊，然后下山回家就。哎、欸，哦，小班，杰的速度冲过来了，小班还没过来。体重最少的人。下山，回家睡觉。现在几点啊？3:45吗？3:43。你快心脏了。怎么了？你姐在找飞碟吗？怎么了？你不要怪我。才第一天欸。这样比你们去新野自己抄吗？因为那个路很超，然后他们在新野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三个就去爬南线，我就自己在。强迫进步课。带你参加强迫进步班。在滑，我就去喝香水。强迫进步。好，等一下滑都是绿线，而且是教学级绿线，所以就回家啦。好，轻松滑下去。今天轻松，第一天都这么超？没有啊，以后每天都差不多这样而已啊，没有更超的了。
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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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明天午餐吃这个吗？啊？明天午餐吃这个吗？什么？啊？不是。我说明天午餐，还是后天午餐？只是他还要带他们下来哎。哦，铅笔没办法滑吧？铅笔可以滑，只是。只是可能要花很久时间。而且下面又没什么好滑的，所以明天还是只能吃山顶啊。啊？那个就是马之贝，那个是马之贝，你看到的是马之贝，整个都大馒头。马之贝是那一个啊。一大堆凹凹凸凸的啊，细细的凹凹凸凸的那个啊，凹凹凸凸的吗？就那么斜。对啊。要人命的。好，回去喽。对啊。他们要去修，被人修吧。哎，我要去换。别教我。你单子有带在身上吗？没有，放在上房间呢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直接去换，反正你那上面有贴纸，跟他换。而且我有那个，我有照片。没关系，对啊。而且本子是贴着他的名字啊。对啊。
有贴纸，所以我觉得没差啦。下面只有草，那个这一排有一两家晚上有开的，可以吃吃看啊。本来就会低啊，我要多。
哎、欸，好脏哦！啊？没关系啦，拿拖鞋来这边坐啊。我没有啊，你喷喷哦你，我是后来看到那个鞋子上写说这个好像是给人家放脚的，我就在外面放脚，还是这是谁的名字？就是你看，先生吧，是哦，三妈是先生，好，你干嘛这样抓着？我刚刚就靠在墙边啊，就倒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那当然就帮你解。倒了就放着啊，反正你的线。对啊，很烦啊。很烦。我看你的习惯动作就是会把它弄下。拖鞋。怎样？那我把它关起来好了，既然都这样，那我也关起来了嘛。